斯朗叉足殿主场虚马，双杀巴塞又淘汰埋曼联啦，心情靓靓咁，家乡葡萄牙银行请佢拍广告就梗系冇托手争啦，跑得咁起劲啦，今日皇马主场就马略卡应该冇问题啦啩。皇马咧近况就真系劲爆嘅，加上近七次斗马略卡可以有六胜一和嘅佳绩，就算今场嘅让球主客和系让两球都冇有怕啦。一于捧斯朗同皇马强势去马啦。